我来参见长公主。锦轩，来，坐下来。长公主，您找锦轩是有何要事要吩咐？无事。 刚才在席上，本宫看到你好像有心事，怎么了？谢长公主关心，锦轩哪有什么心事？你是本宫看着长大的，你有什么心事，本宫还看不出来吗？ 本宫看到你好像跟那个沈公子十分的要好，你是不是喜欢他？本宫倒是觉得那个沈公子挺好的，你要是喜欢，本宫可以做主，给你准备一份 丰厚的嫁过去，可好？长公主，您别这么说，我还不想成亲呢。既然喜欢，为什么不想成亲？总之，一言难尽呢。你们这些孩子，怎么都这样？青青跟伦儿 也是不着急结婚。长公主，我主子的事儿，她自有定夺，您就不要太担心了吧。本宫就这一个孩子，怎么能够不操心呢？锦轩，本宫想问问你，那个柳姑娘家住在哪儿啊？ 为什么本宫每次问起，他就欲言又止，不肯说，连伦儿都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。长公主，他们是从一个很偏远的地方来的，一般很少有人知道那儿，所以才没跟你说的。很偏远的地方？是。 我记得，你跟本宫说过，伦儿是流落到那个地方的。你又是怎么找过去的呢？我当时啊，是在一个林子边的河道旁，发现了我主子的香囊，于是我就顺着那个河道潜了进去。总之，长公主，那个地方特别的难找。河道。 河道，长公主，要是没什么别的事儿，锦轩就先退下了。去吧。 长公主。 找到锦轩说的那个河道，画下水路图。是。将军，你的身体越发不好了。参见主人，夫人。小者那边情况如何？左京伦将您的府邸抄了，现在在大肆搜查您。 所有的官员都倒戈他，人性使然。正正。主人，左京伦失踪的林子，我们查过，没有什么异样。将军，那林子里有什么东西吗？左京伦身边的那个女孩，柳青青。
就是从桃花坞里而来。我怀疑这个林子的深处，就是通往桃花坞的必经之路。桃花坞，就是那个遍地玉石、有不老泉的地方吗？是。小心！将军，怎么了？送夫人下去。夫人，请。找到桃花坞，不老泉。将军可要将功折罪，官复原职。主子，怎么了？景轩，沈飞扬和我严明想带你回桃花坞，你自己是何想法？那主子，你想回桃花坞吗？主子如果不想回桃花坞，那我也不回去。锦轩，你和八九自小跟着我，我有考虑过你们的未来。你是女子，不可能永远跟着我。沈飞扬是个不错的人，你若跟他回桃花坞，他定会照顾好你。桃花坞的人也很淳朴，他们会接受你的。所以这次他们回去，你就跟着去吧。我和八九一样，从小时候跟着你开始，就从没有想过要离开。没错，我是喜欢沈飞扬，可也不代表我就要回桃花坞呀。瑶州多好，商间多繁华，反正我就想一辈子都留在主子身边。锦轩，你要考虑清楚。主子，你就不能想想办法，让青青他们也都留下来吗？锦轩，原来你从没想嫁给我。沈飞扬，你如果愿意留下来，我们可以成亲的呀。沈飞扬，沈飞扬，沈飞扬，你站住！你当真不能留下来吗？景轩，我从小是由婆婆带大的，我要照顾她，我必须得回去。你不跟我走，我能理解，我就是遗憾。遗憾占了你的清白，却不能照顾你的终生。沈飞扬，你真是个傻子，我们之间根本就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什么？那日在桃花坞的山洞里，我们只是昏迷了而已。我当时为了保命，故意骗你的。骗我？你怎么可以拿这种事情骗我？我当时也是没有办法呀。反正你现在也都知道，你
你不必内疚，更不用负责了。你真的觉得我是因为责任才想要娶你的？因为什么重要吗？你不已经决心要走了吗？这个还给你。这个桃花簪，你是不是从来就没有想过戴它？我早就该想到了。你喜欢的是外面的繁华世界，桃花坞简单枯燥，你又怎么可能会跟我回去呢？你当众跟我表白，是不是骗我的？沈飞啊，我明白了，你是为了帮你主子拖住亲戚才故意那么说的。看来从头到尾都是我一厢情愿罢了。不是的，沈飞啊，我对你的情谊是真的。景轩，从此以后我不会再缠着你了，也不会再强求你做什么了。我要跟青青回桃花坞了，你以后也不用骗我了。锦轩，我特意向主子请了一天假，走，我陪你赌钱去。这是我一年的俸禄，给。我不去。那我陪你去喝酒吃肉。我听说那个张捕头最近得了一只大威风，雄赳赳气昂昂的，可好玩了。哎，锦轩，你把你的王铁锤放出来，让他俩比试比试，怎么样？我不想玩。你怎么了嘛？怎么突然垂头丧气的？主子骂你了？八九，你能不能别烦我？那你是怎么了嘛？自从咱们扳倒波川，不应该普天同庆吗？怎么感觉你比输了银子还难过呢？总之呢，你该干嘛干嘛去，别理我了。不理就不理，我自己喝酒吃肉去。轻寻着晚风舍难过，遍地桃花为我。要不要我把烧鸡和酒带回来，咱俩在这儿吃。写一片碎水飘落，远方你忽已紧握，命定中的初见似传说。满天野花绚烂，自从你认识了那个沈飞扬，以前开心快乐的小阎王就不在了。再往星辰你飞坐，明月照影斑驳，难以捉摸。共与你江畔对坐，醉梦里举杯相酌。沈飞扬，你
当真不怕死？怕，但要看是因何事，因何人。不管明天会发生什么，我都会在你身边保护你的。沈飞扬，你说走就走，我怎么办啊？这些日子我们朝夕相处，你就对我真的无动于衷吗？哎呀，你一定要我一个女孩子当众说出来。沈飞扬，我喜欢你。我之所以每日缠着你，不让你去见青青，是因为我想跟你在一起。我明天我想好好游览一下瑶州，你可否陪我？好。我想买好多好吃的，好多好玩的，我想把瑶州所有好的东西都买下来，好不好？都依你。去看看那个，波浪鼓，看看这个，姑娘看一下，喜欢不？不要了，谢谢。没事，慢走哈。哎，扇子，扇子，姑娘，我这可是全瑶州做工最好的扇子，看看吧，姑娘。哪个好看？都买下了。阿奴，姐姐、哥哥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来看看你们，给你们带点吃的。谢谢姐姐。走多多。青青姑娘，这多亏了你们，我们才有了现在的家呀。姐姐，我们马上就要去学堂里读书认字了。读书认字？嗯。我们也人增设了学堂，让孩子们都可以读书习字。姐姐，嘟嘟，我带你们看看我们种的菜吧。对，看看吧。好，走。
你看，这里的月色是不是和桃花坞一样美？嗯。以后你想我的时候，就看看月亮，至少我们还能看同一轮月亮。还是算了吧，我不希望你一直挂念我，我希望你能找到一个真心相待的女子，享受安稳的幸福。静静，在我心里，你早已是我的妻子了。你也是我一辈子的夫君。明天别来送我了吧？我怕我不放你走。我怕我舍不得。青青，你可是那日我们在望月楼放灯时，我许了什么愿望？什么愿望？我希望你原谅我，可我没想到我梦想成真实，你却要离开我。就别殊途，心间佳期难图，总是眷恋却临风雨苦，来日山河虚无，几飘江湖，不灭星火朝你共我追逐，一纸挂牵去写我的低诉，也曾愿你爱浪荡轻浮，主任，林子我们已经翻了个遍，没有找到地图上的水路。林子这么深，我却这么重，还有瘴气，确实不好找。会不会是这个地图有问题？这张地图本来就有蹊跷。属下也觉得，给您信的这个人的确匪夷所思，肯定另有图谋。莫非是想找机会杀了您？哼，不管其目的为何，想杀我也好，利用我也罢，只要桃花坞是真的，或许就还有一线生机。找。是。等等。怎么找下去，不是个办法。既然我们自己找不到，那就把人引出来，给我们带路。
苏青鸾，此生不再见。答应我，我走的时候别送我。沈飞扬，你真的要走了？我们已经说得够清楚了，沈飞扬，你能别走吗？你留下来好不好？沈飞扬，放手。青青，我们走吧。飞扬，别回头，走。竹子，真的就这么让他们走了吗？世子，你怎么了？心间假期难度，总是这脸却临风雨空，爱与伤何处几条家伙，我念心花。哎，你听说过桃花坞的事情吗？怎么没听说过？那个桃花坞啊，玉石遍地，还有不老泉呢，那泉水喝了能延年益寿，永生不死呢。哎，是不是真的？不知道。据说有一张水路图，只要能找到水路，就能去桃花坞。你能找到吗？你们说什么桃花坞？什么水路图？哦，就是全城的百姓在传，有一张水路图，记着可以去桃花坞的路。主子，怎么办？八九，你即刻带一队人到林子里。凡是搜寻桃花坞者，立即去赶；若有再犯者，立刻收押，绝不容情。是，世子。不会出什么事吧？主人，真的是他们。
青青，我们不是说好了？你还不能回去。